是一个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梦空梦梦梦梦轻轻松松，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小蔡是、啊、坐上去了哈，感觉安怎？感觉够刺激，刺激，刺激，哎呦！是阮伊啊更受惯着，我感觉寒，我本来就是热汗流嘛，汗流啊，看到个较寒了呢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现在是在做这个居服员呐哈？啊，平常有在叫阿公阿嬷运动吗？有。因为通常我们居服员的时候，第一层基线的工作的话，会包含很多服务啊。像那一次的话，我就是趁阿公的家人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在帮阿公做关节的运动，因为不然太久关节没有活动的话，会挛缩嘛。所以我就边帮边阿公做，我就边唱歌给他听，这样。然后唱完之后还很不要脸，问阿公说：“阿你我唱了够好听啊？”阿公就阿公也不知道，就是他也不太知道人，所以阿公呵呵呵。今天要带来的歌曲就是适合复健的歌哦，《含泪跳恰恰》。哎呦，你跳恰恰有戏啊！是啊，哎，让跳恰恰，对不对？节奏感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节奏会比较轻快一些，也蛮适合长辈运动的。好。孤单一个人。